觉得身为好朋友，我觉得我们就是给他空间支持他，我也希望大家给他空间支持他。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爱情上在那个相处，人家说相爱容易相处难，那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在爱情上面有一段就有一些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些过程，我觉得是外人很难理解的，所以就支持他，然后给他空间，我觉得是最棒的，就是给他空间。我也希望大家给他空间，不要再逼他。最近有没有一起出去？这个我们这个四个女孩，小黄花，我们四个，我们都有一个 group chat， 我们就会在上面常常都会保持的彼此的近况跟这个关心对方。所以这肯定是对心情渐渐在恢复当中，这样都很好。对，谢谢大家关心，这我觉得谢谢大家关心，就给他一点空间。没有冒骂一下，在 WeChat 里面，我觉得我们就是支持他，对啊，那给他最大的空间。我真的希望大家就给他空间，就对我觉得好不好？哦。我目前在努力当中，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在这个阶段遇到，我想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所以我就很顺其自然的去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所以到那边就蛮习惯。目前算是挺习惯的，因为我老公确实真的还蛮贴心的，他就是都会提早回家，就是只要他工作结束他就会马上回家，然后他也会煮饭给我吃。对，其实这个我们在约会过程当中，他常常煮饭给我吃也是吸引我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像韩文6了，也没有6了，但是确实有听得比以前多很多，因为以前比较少接触嘛，那现在就住到那边，你常常就会听到大家在那边讲，然后我会，然后尤其我要问候他的爸爸，因为我们每天也都是打完给我爸爸之后就会打电话给他爸爸，然后每天我就最溜的这样一句话就是阿波尼西萨哈萨塞哟，就是啊爸爸你吃饭了没，这样子。然后爸爸就会说咕嘞咕嘞咕嘞，伊布达就是说是小美女的意思。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可爱。那所以我现在每天也是有努力的每日一句学，然后就可以跟他一起，然后就可以多跟他的家人多沟通一些。那他也有在学中文，他很努力，最近在用一个 app 学中文，然后就昨天还很得意的秀了几句，说你还好吗？然后我在什么？我回家，我已经回家，然后很得意的学一些中文，吃饭，男孩子这种的。我觉得我妈很喜欢听他讲中文，就还挺可爱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媒体朋友的采访。如果现场的朋友们。